今日见到乡村斑马给咱东包了，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中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不消少说送个的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团结党，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早老早了，都做星期六下午上班，把几十上百人的包当装，那么我都做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认真，全部就像是你为这局当。之前我就老早了，虽然都做星期六下午上班，把几十上百人的包当装，那么我都做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认真，全部就像是你为这局当。之前我就老早了，虽然都做星期六。新郎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装到的蒙古州做了马红板子人格的把马色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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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拉的江苏罗的兵的到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苏罗中等的公布家伙人要拉向咋罗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这你懂个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王咋那个那这比做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样等送这都是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着等着马里个门子的我们一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样三平的送人的你走接着的我是找着当时你眼睛到路门子人讲话样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是到路的门门把的上你我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能挖掘的锁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的梦龙前不安家把个的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的街将老乡赞路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法使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圣道报蛮轮，然后精进修心啊，成佛以后度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么今天的课呢，是这个冈波巴大师的这个圣道报蛮轮。当中的这个第十三个第十三个讲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之前都是十相，但是这个是十思想啊，十思想无意义啊，就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这个人生的过人生啊，或者这个当中呢，有很多很多。是从佛的角度从解脱的角度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呢作为一个修心人来讲的话有几个问题是特别没有意义的意思就是说要注意这些事情尽量的这个不要去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尽量的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他就讲了十思想这叫做十思想无意义那十思想无意义当中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这个呢每一个都是先讲他的内容然后呢就是讲一个比喻这样子每个都是这样子首先是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活得了人生活得了这个下满的人生那下满的人活得下满人生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是最没有意义的呢就是说活得下满人生的时候不去修行不问思修行不思考这个解脱的方法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不寻求解脱然后呢就是一辈子都去做一辈子都
做一些跟解脱啊没有关系的啊，跟佛法啊没有关系的，就是一辈子都去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这个比喻就是好像什么样子呢？啊，就像一个人啊去了这个报到啊，报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啊，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呢，很多这些印度的商人啊，他们去这个印度尼西亚啊，还有这个菲律宾的一些这个岛屿啊，上面去报。那这些岛屿上面呢，这些小岛上面啊，有各种各样的珠宝，有各种各样的珠宝。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是获得了人生啊，不去修行啊，不闻思修行的话，就是比如说啊，有一个人就是去了那个宝岛，去了这个有珠宝的这个岛屿啊，小岛，然后在这个岛上呢啊，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常非常价值啊，非常有价值的这些珠宝，但是呢啊，他一个也没有带回去，就是空空回啊，回去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个活得人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大家都是这一生当中啊，就是拥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生，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的不容易。这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很长时间啊，积累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料啊。今天我们就遇到啊，就是有这个就获得了这个圆满的人生。释迦牟尼佛就圆寂的时候就说过啊，就是就佛陀当时这个度化的，就是以佛陀的身体亲自度化的这些众生啊，那是善根啊最成熟的啊，就是那一群人。然后呢，另外一群人呢，就是未来啊，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就是以佛陀的这个语言来度化所度化的这些众生，就像我们现在这些众生，那么他也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学道的过程当中，就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使我们的善根成熟了，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就是像过去的那些人的福报啊，就那么大的福报，所以我们的善根呢，成熟的啊比较晚啊，成熟的比较晚。但是呢，我们还是同样的，也是这个佛的这个所化身，也就是佛所度化的众生，叫做佛的所化身啊，也是佛的这个所度化的众生啊，只不过我们不是佛陀亲自啊所度化的啊，也不是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就根基成熟的啊，而是2500多年以后啊，才有机会啊听佛法啊，才有机会这个修心这样子。但是这个也是啊，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是算是非常有福报的。没有这样子福报的话，那么2500、5000、3000、5000年以后啊，也就没有办法遇到这个佛陀的这些教法啊，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活得一个人生啊，从整个这个六道轮回的角度来讲啊，人的生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超级的奢侈品。所以，我们拥有这样子的这个人生啊，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在这个人生当中啊，我们不去听闻佛法啊，闻思修啊，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这些都不去修啊，就是一辈子都是做这些啊，跟解脱没有任何关系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世俗的，比如说赚钱呐、当官呐。等等啊，一辈子都投入，就是整个的生命都投入在这个当中的话，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一个岛屿充满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珠宝的这样子的这个岛屿啊，有些人取了什么都不带回来
啊，这样子回来的话，那么大家都会说这个人啊很蠢啊，这个很可惜啊，很遗憾，我们都会这么说。但是呢，更遗憾的是什么呢？啊，更遗憾的就是我们自己啊，这一生当中就拥有这么好的人生啊，然后不修心啊，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吃喝玩乐啊。就造各种各样的罪，杀盗淫妄啊，那这样子的话，这是非常非常这个没有意义的，这个是实在是太没有意义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啊，要在这个就活得一个这样子的人生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做一些啊有意义的事情，不要把整个生命都投入到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事情当中啊，就是为了生存啊，就是为了生存，我们要去赚钱啊，虽然是这个是啊，不一定跟解脱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呢，有些事情呢啊，就是不能不做啊，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不一定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个学佛的人啊，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精进的、比较努力的人啊，那么他所做的也不一定啊，所有都是跟这个解脱有关系啊。但是呢，就是为了生存啊，就是为了生存，有些事情是不能不做的啊。从解脱的方面来讲的话，虽然是没有意义的啊，虽然是没有意义，但是呢，还是要生存呢啊，所以还是要去做，没有办法的，但是呢，啊，我们可以很多的事情都是可以不做的啊，很多事情都是可以不做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很多的时间啊，时间可以投入到这个有意义的这些工作上面，有意义的事情上啊。但是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么去做啊，很多人都没有这么去做。那么这些人呢，啊，就只有一次啊，只有一次的机会。然后呢，就是没有珍惜这个机会，走了以后啊，然后呢，再后悔也好啊，再怎么样也好，就然后没有第二个机会了。那第二个机会呢，以后会有的，但是呢，这个是什么时候？这很难说了啊，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以后，都有可能了，这就不好说。所以呢，啊，这个就拥有这么好的人生啊的时候。不学习啊，不修心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非常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修心啊，修文思修行，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修过五加行的，修过十加行的，尤其是修过十加行，修过人生难得的啊，大家应该有啊，应该有同感。就是说这个人生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啊，没有学过人生难得的啊，没有修过人生难得的人呢啊，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啊，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这个是啊更可惜的啊。所以就得了这个下满的人生啊，但是呢不去修心啊，全部都投入去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这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啊。但是我们啊，绝大多数的人的价值观啊不是这样子，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但是呢，这个有没有意义啊？几十年过去了以后呢啊，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们自己啊。就当我们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然后就知道了这个是有没有意义。那个时候啊，这一生当中的所有的经历啊，所有的经历，所有的事情都经历了以后啊，经历了以后，就是最终的这个生命的终结，人生的这个所有的经验啊的终结啊，那这个时候就是终结。躺在冰窗上的时候，生命的最后一个一刻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是可以把这个整个人生当中的所有都是可以终结的，这个时候终结的话啊，那么这一生当中的这些除了学佛以外啊，这些东西有没有意义？这时候呢，就
大家都自己很清楚的啊，这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像乔布斯的啊，就是花啊，他就是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乔布斯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啊，非常成功的人，嗯，他的这个技术就是影响了整个啊，他也就是动不动就是要说我要改变世界啊，改变世界，但其实。实际上这个他的这个技术就是的确是改变了啊这个全球的这些工作呀生活呀啊等等等，嗯，那么一个这么一个成功的人，他啊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那么他就啊他说的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他的这些所有的辉煌啊辉煌的这一些啊那个时候都是没有意义，变成灰色，意思就是说都没有意义了，就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嗯，那么其他人的这些所谓的成功啊，那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就不是什么成功了啊，即使是这个成功啊，时间的这些政治家啊，还有这个经济学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啊，当他们的这个思维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的这个生命的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或者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整个人生的这个经验都终结的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觉得他自己的现在目前的这个事情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嗯，觉得很有意义的啊，对他来说啊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嗯，但是呢当他的思维啊这个成熟的时候，他看得比较多啊，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或者是他走到最后的生命的尽头啊，当他把这一生的这个所有事情终结的那一刻啊，那一时刻，然后就知道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没有什么意思。那个时候就知道，但是那个时候知道是没有用啊，那个时候知道了就没有用，那个时候觉得有价值没有价值都是没有用的了，嗯，有用的是什么呢？有用的是在这个之前要知道这一点啊才是对的啊，在这个之前要知道，之前知道的话那是有用的啊，之前不知道最后的时候知道了也是没有用的，最后其实所有人都会知道的啊，最后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的，但是呢那个时候知道是没有用，嗯，没有用。所以佛教啊，佛陀告诉我们啊，不要等到那一刻啊，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啊，现在就要知道啊，现在就要知道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啊。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是没有意义，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要去做啊。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要去做的事情呢，不是很多了啊，不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可以不做的啊，很多的事情可以不做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对物质的需求啊，肉体对物质的需求是非常简单的，也就是我们说这样的这个温饱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嗯，不需要花太多太多的这个时间啊，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啊满足我们的这个感官的需求、肉体的需求，维持啊这个生命生存啊，这个是不需要太多的啊，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嗯，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我们啊，比如说学佛的人也好啊，这个哲学里面讲唯心的也好，讲唯物的也好啊，自号称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无神论或者唯物主义者，其实他的生活他的观点是唯物，但是呢生活的方式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呢还是什么呢啊，多半都是为了满足今生的需求啊，今生的需求啊，就是虚荣啊，攀比啊啊等等啊，这不都是，这不是肉体的需求啊，肉体它不需要这些这个攀比啊啊这些都不需要，这都是来自于今生的需求，嗯，就是为了满足这个今生的需求，然后把我们的生所有的这些时间啊就在这个上面啊，已经啊全都就是这个所有的时间就用到这上面。
这个很可惜的，可惜的。到了最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啊，不需要到中阴的时候，也不需要到下一辈子的下一辈子，我们不知道上一次是干过什么事情。这是这一生当中的做到最后的时候呢，然后大家都会知道的。如果有一天啊，我们有机会啊，走到，比如说啊，70、80、80、90岁啊，然后有机会就是在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再往回啊看啊，反省自己的这一切，反思自己的这一切。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不需要佛来告诉我们啊，也不需要哲学家来告诉我们。啊，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知道的啊，其实这一生当中所有的这些都啊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时候自己也知道啊，没有学过佛的人啊，从来都没有学过佛的人，他也会知道这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啊。他在这一生当中，就这么几十年当中啊，再成功也好啊，再辉煌也好，他创造了一个再辉煌的这个生命也好，再成功也好，再怎么样也好，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了，自己也就是深深的体会到没有意义了啊。但是这个时候体会到已经晚了，已经一切都晚了，这来不及了，那个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没有意义，所以那个时候会后悔的，但是呢，这个叫做这个愚蠢啊，那个叫做愚蠢啊。现在知道了啊，那叫做智者啊。现在知道了，这个叫做智者，有智慧的人啊。那个时候知道了后悔啊，那就是愚昧啊，愚蠢啊，无智，没有用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用的。那个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但是知道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一切以后呢，然后有些事情可以放下的，还是可以放下比如说一个在家人的话，那也他也可以，很多事情是可以放下的，其实是不需要的，没有那么这个重要的，可以放下的比如说我们不去攀比不去攀比，然后呢不虚荣。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生存就解决我自己的这个肉体对物质的这个需求然后其他的多出来的这个时间呢，用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个事情上。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活得还是很愉快的，也是很幸福的生活的节奏也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快如果不去攀比不虚荣不去做这些无聊的事情的话，其实生活节奏其他人快不快跟我没关系，我自己可以慢一点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身边的所有人的生活节奏快然后呢，他们都超过他们的这些拥有的东西都超过我们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是不愿意所谓的落后不愿意落后不愿意落到他们的后面，一定要干在他们的前面，或者是平等。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这个就叫做这个攀比虚荣这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为了跟其他的同事一样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加班等等。那这就是为了满足什么呢？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肉体，这而是为了满足精神，为了满足精神。所以这是非常没有意义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这个有没有意义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不需要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然后呢，也不需要哲学家来告诉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个时候知道了没有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现在要知道现在就要知道。如果现在就要知道领悟这一点的话，那就是佛陀来告诉我们除了佛以外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啊能够告诉我们这些，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所以啊，现在就要知道，那我们这样子啊，把这个整个生命啊，所有的时间啊，都用到这些上面，然后呢，不去啊修心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是非常没有意义的，这是最没有意义的。这个冈波巴大师讲的14个啊没有意义当中呢，就是第一个没有意义呢，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啊，就是放在第一个啊，放在第一个上面。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要这个要思考一下啊，然后大家要去啊研究一下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首要是什么，次要是什么啊，再次要的是什么，这个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否则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啊，生命本来就是很短暂的，然后呢这么一个短暂的这个生命啊，就本来就很短啊，然后呢又全部用到这些上面，那就根本就没有时间啊去做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进入佛门啊，这里的进入佛门应该是指的是出家人，出了家以后啊，然后呢出了家以后，应该是我们上次也听讲过了，出家人的工作是什么呢啊，就是闻思修解定慧辩将住，就这九个啊，这九个，这九个就是一个职责或者是一个出家人的工作，就这九个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出了家以后呢，还不去做这些文思修行戒定慧等等，不去做啊，然后就是去做啊，做生意赚钱啊，就是这些在家人的事情，这样的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是好比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飞蛾扑火啊一样。啊，这就是飞蛾扑火一样，飞蛾啊，它就是非常的喜欢啊这个光啊火光啊啊这样子以后呢，它不知道投了以后呢会被翻烧啊，然后飞蛾就是非常喜欢火啊，然后就是投入到这个火当中，就被活活的烧死了啊，就跟这样子的，所以啊出家以后呢。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啊，出家啊或者不出家，这个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那当然是出家是非常好的啊，对修心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出了家以后呢，那必须要去做出家人的事情啊，就出家以后呢不到一年啊，然后又回来啊，去这个一般的上班赚钱，这个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是类似就是相师的行善啊，比如说就是募款啊，然后就修很多的这个寺院啊等等啊，这个其实这个也不是出家人做的事情啊，出家人做的事情呢，真正的出家人做的事情就是闻思修行，出了家以后呢至少也得这个10年以上啊，是不能回来，就是要静下来啊，修心，闻思修心啊，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二，然后第三是没有信心的人啊，没有信心，对佛也没有信心啊，对法也没有信心，对上师、对善宝都没有信心的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啊。经常住宅啊，就是住在一个这个修行人啊，就跟着一个修行人啊，有没有用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意志上时啊，这个非常有意义，大家都每个人来说，这个很需要的。但是呢，意志的啊，意志上师的这个前提的条件啊，前提的条件，我们意志善知识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啊，就是心行啊，没有心性啊，没有心性，根本就不相信啊，不相信佛，不相信法。那么这个人啊，就是比如说10年8年啊，就跟一个修行非常好的人啊，
修行非常非常用功的人在一起的话，那也是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啊，他自己没有信心，所以他不会去学什么东西啊。这个就跟一个非常优秀的善知识啊，跟着他十年八年，但是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啊，他自己没有这个信心呢，所以他不会去学啊，不会去学。就像《大涅槃经》啊里面讲了一个叫做善心比丘啊，善心比丘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呢、待了十多年了啊，十多二十年了啊，然后呢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师者啊，就经常就是跟着释迦牟尼佛。但是呢他自己啊，他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最后啊就对佛啊也就产生了邪见啊，他觉得佛跟我们两个是完全是一样啊，只不过佛的这个头顶啊多了一个光环而已啊，其他的我佛懂的我也懂啊，释迦牟尼佛懂的我都懂，然后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功德我也都有啊，所以我就是我们两个是平等的啊，我为什么要啊为什么要做他的舍者呢？我捕捉了啊，然后就走了。对佛升起了这个邪见。然后佛陀就是预言说，七天以后善心比丘会死的啊，死了以后呢，他在这个华园啊，他们的华园里面就会投身到一个恶鬼的众生。然后这个听了以后呢，善心比丘就回来去想啊，他说他想。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妄语当中啊，有些时候呢也有一个两个是准确的啊，他觉得也许是对的，在这个七天之间我必须要注意身体啊，必须要注意，然后我就怎么注意呢？我不吃东西啊，他以为不吃东西他就可以啊没什么问题了，我就不吃任何东西，然后呢他在七天七夜当中啊没有吃啊，没有进食啊，没有喝，没有吃，然后七天七夜过去的时候呢，就最后的时候就口渴啊，喝了一点水啊，喝了一点水，然后啊这个不消化啊，然后就死了啊，不消化，后来就这个善心比丘死了啊，果真就是在这个花园里面啊，就这个成为一个啊，变成一个恶鬼众生了啊，就是这样子，没有信心的人啊，没有信心的人。跟再好的善知识一起都没有用的，没有，这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要抑制善知识的话，那抑制善知识的话，那必须要有信心啊才可以的。如果没有信心，那就不要抑制善知识，这个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啊，得不到任何东西。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啊善知识比释迦牟尼佛更好的善知识啊。那么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呢，待了二十多年的善心比丘，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啊，不但是没有得到，而且他对佛陀啊产生了这个邪见啊，最后就躲这个恶鬼道。然后这个善心比丘走了以后呢，善心比丘啊，走了以后呢，就是躲到这个，他不仅是他离开释迦牟尼佛啊，他就是，就躲到这个恶鬼岛啊，他跟佛陀都这么长时间了，那就是这样，自己没有信心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任何人都是啊，这个没有办法救的，所以啊，第三个没有意义的意思，第三个没有意义呢，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信心的人啊，意志上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我们意志了某一个伤势，但是呢我们对这个伤势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这个信心啊，我们对这伤势没有什么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呢，就是意志了十年八年啊更多的时间也是没有意义，这个是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看到一些不如法的啊，任何一个人都我们会看到这个缺点啊，
那实际上这个也不一定，这个人本身有这个缺点，也许啊，善知识他也啊，如果不是佛的话，那么善知识也许是菩萨呀，也许是凡夫啊。那么凡夫的话，那就肯定是有更多的缺点了啊。那么我们这么长时间在一起，经常去观察，那肯定会看得出来很多的这些缺点啊。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啊，对善知识啊，对上师升起邪见啊，最后就是像这个善心必求的，最后就是这个下落啊。所以啊，没有意义，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再好的上师啊，都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说，就在这个海洋的旁边啊，或者是湖边，或者是河边啊，这个干渴而死一样的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啊，很渴啊，但是呢，他不去喝这个水啊，不去喝这个水，然后就在这个河边啊，这个干渴而死啊，死了，渴死了啊。那是为什么呢？这个水啊是可以解渴的啊，但是大海的水呢啊，它就平时都不可以喝的啊。但是呢，比如说湖啊、河啊，这些水是可以解渴的，但是这个人他不去喝的话啊，人不去喝的话，那么在旁边啊，有再好的水、再好的湖、河啊，都没有用的啊。人自己不去喝的话，那么人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湖边啊、海边啊，或者这个河边，都会这个啊干渴而死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啊，一直善没有信心而意志善知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啊。上次我们提到的啊，比如说我们对上师啊没有信心啊，只是有一点点这个世俗的感情，就是像父母呀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呀，这样子的一个世俗的这个亲情感情，那这是没有用的。从修行的角度讲啊，从修行的角度，从学佛的角度来讲，那是没有用的。我们意志上善知识是什么呢？善知识，我们希望善知识给我们指导这个解脱的道路啊，指导解脱的道路啊。然后呢，我懂得了怎么样解脱啊，怎么样去这个修，这样子以后呢，我自己去修，我要成就啊，这个是我们意志善知识的啊目的。我们一直善知识的目的。但是如果我没有信心啊，就是我没有信心的话，那么我不会啊按照这个善知识的要求去做这样子以后呢，我一直再长时间都是没有用的。旁边明明就有非常好的这个水，饮用水啊，但是我不相信它能够接我的客啊，那我不喝啊，不喝以后呢，最终还是在啊，海洋在旁边，湖在旁边，江河在旁边，但是呢，我就在这个旁边就渴死了啊，干渴而死，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意义、没有信心的人，意志善知识是最没有意义的啊。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要意志善知识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信心啊，没有信心，那就是没有用的。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啊，第四个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什么呢？我们所学的法啊，所学的法，如果它不能对治啊，杀盗淫妄啊，杀盗淫妄这四个这个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啊，大家公认的这个罪业啊，他这个不能控制啊，不能控制杀盗淫妄啊，还有就是对啊，不能摧毁我执啊，不能摧毁我执，不能控制杀盗淫妄的行为啊，从行为上讲，不能控制杀盗淫妄的啊，从这个律性的观点上讲啊，不能推翻啊。这个握执的啊，这样子的法，
这样子的法，无论是大乘的法、小乘的法，什么样的法，大圆满、大手印、中观，什么样的法也好啊，这是没有意义的啊，这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大乘、小乘啊，大圆满、大手印、中观啊，这些所有的法都是用来做什么呢？啊，是来控制啊，来控制我们的这些杀盗淫妄的啊，这样子的。造罪的这个行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最重要解决的是什么呢？要解决的是我要推翻我们的我执啊，只要推翻了我执啊，然后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解决。只要这两个都做不到啊，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学了很长时间啊，文思秀，比如说五部大论，我们都能够背啊。然后我们去要跟别人辩论的话啊，辩论的话，那我就是每一次啊，我都会赢啊，胜利者。然后呢，辩将助啊，辩论也可以，讲就是将经说法也可以啊，然后助写东西啊，都没问题，都非常好啊。但是呢，这个法啊，第一个啊，它不能控制我的杀盗淫妄的。这个行为啊，杀盗淫妄的行为啊，没办法控制啊，更没有办法推翻我自己的我执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法没有用的啊，这个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大圆满、大手印、中观啊等等，这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这些法啊，这些搞神的法啊，都是用来。这个推翻我们的我执的最终的目标是要断除我们的我执啊，然后就是要控制啊，控制我们的行为啊，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啊。但是这些都做不到的话啊，那么这些法是没有，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的实际的价值啊，它没有实际价值，没有用啊，没有用。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么这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比喻是斧头啊，斧头是什么？斧头、斧子就是砍柴用的这个工具啊，砍柴啊，砍这个木头、砍竹子用的这个工具啊，叫做斧头、斧子。斧头和这个木头啊，放在一起。那么是没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斧头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就是砍柴的啊，然后人啊拿着斧头去砍柴才是有用的啊。但是呢，木头和这个斧子啊放在一起，永远放在一起，但是呢，这斧头它不会去啊砍柴的，它不会砍柴的，所以是放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斧头和这个木头啊，就放100年放在一起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1000年放在一起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意义是什么？要发挥作用，那么就是斧头用来啊砍柴才有意思啊，放在一起是没有意义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所学的啊这个智慧。是像斧头一样啊，然后我们的原来的这些观点啊，我们的行为杀盗淫妄的行为和执着啊，我执就像木头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应该用啊这个像斧头一样的这个智慧来啊，把这个砍掉啊，把这个我执砍掉断掉啊。这样子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啊，英明啊，中观呢，我们什么都学。然后这个英明的知识、中观的智慧啊、大圆满的智慧都有啊，我心里都有啊，这些智慧在我的心里都有啊。然后呢，我的这个像杀盗淫妄、像杀、像盗啊、像这个妄语这些的这个念头，不好的念头啊，还有这个我执也有啊，我心里也有，这两个都
这在我的心里，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啊。中观的智慧和我的这个我执，不是矛盾的啊，一直都存在，就我的心里一直都存在的。然后呢，慈悲心啊，所谓的慈悲心，慈悲心跟我的自私自利，在我的心里啊，这个是不矛盾的，一直都存在啊。那为什么呢？它本来是这个是啊，自私自利和菩提心啊，慈悲心是矛盾的啊。但是为什么在我这里不是矛盾呢？啊，就是因为我把这个啊慈悲心没有用到啊，没有用到这个该用的地方啊，所以就是他，我只是知道一个慈悲心啊，要讲我会讲啊，要编也可以编论啊，要写也可以写，但是呢，我没有把这个认认真真的去用啊，没有用，没有落实到这个心里啊，所以我的这些啊烦恼啊执着啊都没有被推翻，都没有被推翻，一直都存在啊，就像斧头和木头放在一起一样，相互之间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这放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的啊。这个时候，这个斧头是对这个木头、对柱子啊不起什么作用的，它们不矛盾的。放在100年、1000年，也就是这样子，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啊，学了很多知识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啊，就是用来推翻我们的啊，推翻我们的这些执着，推翻我们的执着。然后我们学了很多啊，学了很多啊，像中观啊、因明，让我们将我们很多人也会讲啊。然后呢，像如心论啊，是比较，至少在这个字面上啊，是一个不是很复杂的论点，在佛教里面就除了智慧品以外啊，智慧品以外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论点。像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啊，还有这个如心论，还有这个散结论啊，这三个在藏传佛教里面，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很简单的，非常非常简单的啊。但是这个简单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字面上要去理解，要去学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不是很复杂啊，这个它的逻辑都不是很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讲啊，可以学，我们也可以讲。但是呢，同时我们的这些行为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师兄之间的啊，我们不要说其他人啊，包括我们师兄之间啊的这个对啊，师兄之间的，比如说这个嫉妒啊、傲慢啊，还有这些啊，歧视别人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的啊，可能层次也不一样啊，然后呢，文化啊背景也不一样啊，然后就各方面经济实力各方面都有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其实实际上是这些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呢，这是用，实际上是用来推翻这些什么傲慢呢啊，什么这个侮辱呀、歧视呀啊，就是实际上是用来推翻这些烦恼的啊。但是呢，我们不但是没有推翻，而且啊，就是因为我学的比较好啊，我把五部大论都背完了啊，所以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很了不起。然后我考试的时候我得了1等奖啊，所以我都跟他们不一样啊，等等啊。本来这个我们世俗啊，世俗人就是有一点点钱，然后就很傲慢啊，然后有一点点文化水平稍微高一点的话，那也是很傲慢，然后做官啊做得高一点，那就更傲慢的，这个一看就看得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50个人进来的时候呢，立即就看得到这里面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钱的，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做官的是谁，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根本就不需要问就看得出来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傲慢在里面啊，傲慢心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跟其他人是不一样啊，但是世间人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学佛而且学了很长时间啊，都不懂得师兄之间啊，不懂得礼貌啊，不懂得恭敬啊，不懂得让步呀
就是稍稍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啊，然后就大家跟这个世俗的人是完全是一样的啊，相互之间攻击啊，不礼貌、侮辱啊，其实啊，这很多地方都有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不对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学啊，有这样子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属于是正常的情况啊，正常情况。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不对的啊，这个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大家一定要知道我错了，我不对了啊。如果发现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虽然是说不要去啊，不要去观察别人的国事啊，但是呢，这个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啊，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呢，我们的这些烦恼仍然啊存在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跟烦恼，他们永远都是不矛盾的，关系非常的好啊，一直都在我的内心当中啊，既有烦恼，也有这些智慧，两个都是存在啊。那这样子，这个学了也是没有用的，就像斧头和木头放在一起啊，那斧头永远都不会它主动的去看这个竹子木头，它不会的啊。然后木头呢，它永远都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斧头啊，永远都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啊，关系特别好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烦恼我执都一直都在啊。然后我们也学了一点点中观呐，什么都也学了，但是这些知识啊，跟我们的这些傲慢心啊。然后这些烦恼永远都在一起，相互之间是不干涉啊，相互之间都不干涉啊。我的这些所学的知识啊，所学的智慧也不会去干涉啊，我的这个我执啊。然后我所学的这个慈悲心，它也不会干涉啊，我的傲慢啊，我的自私心。然后我的傲慢和自私啊，因为我学了中观，我学了这个无我。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啊，两个都是可以一起啊，相互没有任何的这个矛盾，那这样子的这个文思修心是没有意义的啊，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第四。然后第五啊，第五是什么呢？凡是这个不能作为啊烦恼的这个对治啊。凡是没有成为烦恼对治的啊，这些诀窍啊，这些诀窍，比如说大圆满的诀窍啊，大受印的诀窍，中观的诀窍等等啊，有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有些密法呀、仙宗、密宗里面都有很多修行的这些诀窍、这些口诀，但是这些口诀啊，虽然是再高的法啊，像大圆满的大手印这样再高深的法也好啊，它不能控制啊，或者是它不能对治烦恼的话，那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五个没有意义啊，第五个没有意义。比如说我们啊学了大圆满啊，听了大圆满，然后就听了很多大圆满的这个窍诀。但是呢，这个大圆满的窍诀呢，在我这里啊，它不能称为烦恼的这个对治。我的这些贪嗔痴疑慢仍然都存在啊，没有任何东西受到任何的损失啊，损坏啊，没有损坏这个。那这样子的话，这些诀窍啊，这些诀窍都是没有用的，这些诀窍都根本就没有用。没有用啊，这个比喻，比如说有一个病人啊，他背着一个腰囊啊，就是装药的箱子呀或者口袋啊，但是他不付这个药啊，就是这样子，他的这箱子，他口袋里面呢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但是呢他不付这药啊，那这样子他的病啊永远都是治不好的，这是没有意思的啊。他如果他不服这个药的话，那他背着一个药囊啊，或者是这个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啊，这没有意义的。同样的道理是什么呢？如果不能这个对治
不能对治我们的烦恼的话，那这个我们所学的东西啊，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什么意实际上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啊，学佛有一种方法啊，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的家庭教育啊，儿童的教育是三岁的时候是最最最重要的啊，三岁就是决定啊这一辈子啊。就像我们也就是刚刚学佛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两岁像三岁的，至少我们从学佛的这个学龄上来看，是一个啊一个两岁小数两岁三岁的小孩一样啊。那怎么样教育啊，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啊？比如说我们啊刚刚学佛的时候，当我们是一个像两三岁的这个小孩一样，从学佛的学龄上讲啊，那样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教育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啊，现学现用啊，现在学到我们今天学到的，今天就去用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了人生难得啊，那么马上就去用啊。我们比如说学了这个慈悲心啊，立即就去用，用到工作上啊，然后就是用到生活当中啊，所学到的东西啊，现学现用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以后啊，就是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啊，养成了这种习惯以后呢，然后这个对这个法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都用得上啊，所学到的一切都用得上，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必须要这样子啊。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那是使我们啊成为这个法有智的教育的方式啊，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啊，一种另外也一个是我们刚刚讲这种教育的方式呢啊，现学现用啊，今天用了这个学了四无量心啊，那么现在就去学完了以后，现在就去修，修完了以后，现在就落实到这个实际上啊，落实到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去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以后就是会成为一个啊一个标准的修行人啊，非常好的修行人。这个教育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啊，这是我们佛门里面呢非常的强调，尤其藏传佛教它是。非常的强调啊，就是这个，嗯，那么另外一个教育的方式啊，另外一个教育方式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使我们成为啊，让我们成为这个这个法有智啊，学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入行论啊，从头到尾啊，全部都学，全部都背啊，学完了背完了啊，都这样子。但是呢啊，我们这里面的一句话都没有用啊，一句话都没有去修，嗯，没有去修，一直都在学，把它当作一个学问啊，把它当作一个文化啊，这样子去研究的，就实际上就在研究啊，在研究它，嗯，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入心论，整个的入心论学完了啊，入心论学完了，然后我们在入心论当中的一个节字啊，一句话都没有去修，根本没有去修啊，然后呢一句话都没有用到啊，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是最失败的路啊。这样子以后呢，那这也是一种教育的方式啊，这也是一种教育的方式。这个教育的方式，那就是所有人啊，所有的人最后呢是什么呢，更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根本就不观察我自己的过失啊，我自己的缺点从来不考虑啊，然后我所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用来干什么呢？就用来就看别人的啊这个缺点啊，因为这个时候我学了很多了，然后就看别人的这个缺点呢，看得更多了啊，以前是我们不知道，看的也不是很多，然后现在我们学了以后呢，就是别人的不如法的地方都看出来了啊，都看出来了。现在呢啊，这个人不对，那个人做得不好，这个人修行不好啊，那个人学习不好，然后呢，
最后呢，那你自己呢？我自己从来没有考虑我好不好，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啊。我一直都是学的这，我所学的这些东西都是把它当做一个衡量啊，其他别人的长短的一个尺子尺度啊，这样子啊，变成这样，这样子以后呢，这种学习的方式啊，这种学习方式啊，最后就是啊，最后对佛啊，对法也没有太大的这个信心啊，然后尤其是对善知识啊，对道友啊，对善知识和对道友根本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学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整天就是把这个东西用来衡量别人，就挖掘别人的缺点啊，挖掘别人的过失啊，这样子以后呢，那这样子去观察的话，那凡夫人都会有缺点的啊。那我从来都不看他的优点啊，优点我从来不看，就是只看啊，只看缺点。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没有一个啊，那就是没有一个值得信心的人啊。最后我们懂很多的道理啊，懂很多道理，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然后就是没有啊。没有这个没有信心啊，没有修心啊，在家人你们也会走这条路啊，出家人当中呢，很多人也会走这条路啊，会走这条路的，嗯，因为出家人他学的多啊，然后呢，整天都是投入背书啊、辩论呐、啊，就是在这些方面啊，这样子如果不修行的话，那就会走这条路啊，这个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掌握了很多很多佛教的知识。嗯，但是呢啊，这个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啊，这个不能解决自己问题，所以这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啊千万不能走这条路。在家人本来就是学的不是很多啊，学习的机会啊不是很多，嗯，所以本来学习的时间不多，然后呢所学的东西啊就所学的东西都用到这啊，用这样子去用啊，那就是真的是很失败的，是这种文思啊，这种文思最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啊，学会这个啊，要先学先用啊，大家都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做过父亲的、母亲的啊，然后家庭教育是怎么搞起来的？两岁、三岁的时候的这个小孩的这个教育是怎么教的？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啊？大家都知道的啊。同样的，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的这种学习的方式啊，是特别重要。嗯，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这样子啊，走另外一条路的话，那么以后呢？就是习惯性的啊，就是学很多东西，但是根本就不修行啊，不修行啊，然后不修行，然后也、如果没有修行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到生活上啊。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我们很多人都说啊，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法师啊，很多的居士啊的这个口头禅，嗯。但是怎么样用到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曾经讲过呀啊，先要闭关修行啊，实实在在的修，嗯，然后有一定的这个境界进步的时候，然后就可以用到生活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说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佛法都没有了啊，佛法是什么？戒定慧，就是佛法啊，戒定慧，除了戒定慧以外的佛法是什么呢？就是术啊，就是这些书，这本书是没有办法用到生活当中。这本书怎么样用到生活当中呢？没有办法的啊，这本书是没有办法用到生活当中啊。要用的话，那就是通过这本书，我学到的，我修到的这个东西要用到生活当中。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戒定慧这三个以外，不会有别的，就是戒定慧啊。那戒定慧，戒定慧是通过修心啊获得的，嗯，如果我们没有修心，不会有戒定慧啊，不会有戒定慧。那戒定慧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做生意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做生意的人来说，在生意场上啊，比如说他受戒了啊，我不撒谎啊，不欺骗啊，不诈骗
啊，然后这样子，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啊不伤害人啊，我要赚钱，但是呢我不伤害人啊，等等，这些都是用到生活当中啊。那这个是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戒律，嗯，用的是戒律。那然后就是，比如说慈悲心啊，慈悲心啊，他是一个当官的人也好啊，作为一个老师也好，作为一个医生也好啊，作为一个生意人也好，嗯，就是尽量的啊，就帮助他需要帮助的人，尽量的帮助他需要帮助的人啊。那这个是慈悲心啊，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这是慈悲心落实生活当中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他如果自己没有慈悲心，那么他会去做这些事情吗？他不会。如果没有慈悲心，他去做，那么最终的目标，那还是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只是完全是做给别人看而已啊，做给别人看啊。实际上他不是帮助人啊，实际上他不是扶贫，不是什么爱心，实际上就是爱自己啊。只不过就是一种方式而已，一种手段而已啊。他认为我用这个手段啊，对我更有利啊，更有利。最终的这个目标还是为了自己啊。所以佛法融入生活当中，首先啊，你自己本身需要有佛法，有佛法才能够融入啊。我们投资的话，首先你要有钱呢 啊，没有钱投什么资呢啊？一样的道路，佛法一样的道理啊，佛法要融入生活当中。大家都说佛法人融入生活当中啊，意思就很多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不需要修心呢 啊，闭关修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融入生活当中啊。融入生活当中是没有错的啊。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尤其是大乘佛教，它是不脱离世间的啊。不脱离世间的意思，实践是什么呢？实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时间啊，除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以外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那么不脱离世间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脱离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不脱离每一个人的生活呢？意思就是说，大乘佛教发了菩提心的人呢，就融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去啊，就解决他们的痛，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解决他们的痛苦啊，然后帮助他们。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啊，给予啊，这不就是六度吗？啊，六度就是六度的核心啊，也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些首先我自己要有智慧啊，我有智慧才能够啊解决别人的这个问题啊，我有慈悲心，我才能够愿意啊无条件的去帮助别人啊，那这些都没有，那就没有办法的，嗯，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修心啊。如果我们所学的东西都不解决啊，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证明啊，我们所学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那就是要学啊，现学现用。啊，这个是最重要了啊！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不用那是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学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先学四无量心，嗯，先学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学好了以后，比如说我次无量心啊，次无量心我学好了以后呢，然后我就不学太多的啊。不要学太多的，然后我就去修这个法次无量心啊，然后我修好了以后呢，然后我把这个次无量心可以用啊，可以落实啊，落实到生活当中去啊，落实到这个社会啊，落实到世间啊，这样子就它可以发挥很多很多的作用，然后我再进一步的去学啊，备无量心。啊，然后备无量心学完了，学的过程当中我就学备无量心，不要去学太多的东西啊。备无量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又说又要学中观呢，又要学音音呢，又要学这个，又要学那，学很多很多很多啊，但是一个都没有修，一个都没有用，那最终学不学都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告诉你们啊，所学到的东西啊，所学到的东西
都储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闻，通过闻和思啊，所得到的这个智慧是储存在我们的意识啊，意识上面，储存在意识上面啊。然后证悟的啊，证悟所证悟的这个体会呢，它跟我们的感官没有关系的啊，我们的任何一个意识都没有关系，它是储存在如来藏啊，它是储存在如来藏上面的，储存在如来藏上面啊。所以啊，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闻思的这个闻思所得到的这些智慧啊，就是随着我们的年纪啊，随着这个时间，它慢慢会消失的啊。比如说我们5年前啊，五部大论各方面都学得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五部大论全部背下来了啊，然后呢，在师兄之间辩论也好，什么也好，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5年10年过去了以后呢，啊，有可能这些都不存在了啊。5年以后10年以后，有可能这都啊，背现在啊，五部大论当中连一个啊都现在没有办法背啊。然后呢，这些五部大论里面的很多很多这些复杂的这些思维的方式逻辑，全都啊已经忘了。5年以后就等于实际上就学和不学都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一天啊。文思，这是文思的缺陷啊，文思的不足的地方啊，因为文思啊，它是我们的意识的范围当中啊，它也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缺陷，嗯，然后最终修啊，修出来的这些体会啊，比如说我们修人生难得啊，或者是修这个无常啊，修菩提心，它也是虽然是这个在意识的这个范围当中，但是呢，它不是理解啊，它不是这个理论，它是亲身体会到的啊，所以它的这个这种感受呢，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忘啊，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跟我们所学的知识跟体会啊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所以这个人生难得的啊，这些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研究啊这个蜂蜜啊，研究蜂蜜啊，蜂蜜它是怎么来的啊，它是有什么样的成分啊，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啊，然后等等，就是研究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就获得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蜂蜜啊方面的这个知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去尝啊这个蜂蜜的甜味啊，那这样子以后呢，10年8年以后啊，有可能这些知识啊全部都忘掉了，但是呢，蜂蜜的这个甜味啊是不会忘的，我们一直都知道这是一个很甜的东西，当时的这个感受一直都存在的，嗯，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道理。所以闻和思啊是不入啊这个我们的这些前期的这些修行啊，然后最终的证悟啊，证悟就完全超越了这个所有的这些意识啊，意识的活动它都不在这个意识的范围当中，所以我们的意识啊是死亡的时候它会全部都会归零，这个我们曾经讲过，然后呢下意识投生的时候又从零啊开始啊产生，然后又会啊归零等等，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变化无常，所以我们意识范围当中的很多都是变化的，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当中学得非常好啊，修得也很好，所以呢，下一世当中啊，这个可能是很多东西都已经被忘了啊，这样子。但是证悟了以后呢，这个证悟它是这个如来藏的啊作用啊，所以如来藏呢，它是这个跟我们的意识的这个活动和变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来藏啊，它以证悟了这个明心见性以后呢，
那这是不会忘的啊。他在中间，我们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生命的心事，也是不会忘，不会忘的啊。所以莲花生大师的这些福藏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些福藏，他要卖在什么地方呢？他没有卖在阿赖耶识当中，也没有在第六意识当中，因为第六意识呢，它是。这么多的这个生生死死啊，经历了这么多的生死以后呢，都会忘掉的。这些福藏大师他也会忘掉的啊，所以必须要啊，必须要迈在这个正悟的境界当中啊。所以呢，如果是一个标准的啊，标准的这个福藏大师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开悟的人。啊，这是最起码的啊，一定是个没有开悟的人，那是这个浮藏，这个浮藏品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卖在他的这个如来藏当中啊。我们平时因为浮藏的这些东西呢，就卖在这个湖泊里面呢、岩石里面呢等等，其实这个是一个一种符号啊，通过这种符号来。激活啊，他的内心的这个啊，浮躁，激活，唤醒啊，他一看到这个符号以后，然后立即就想起来当年的啊，这个莲花生大师所卖下去的这个浮躁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浮躁啊也有很多真的和假的啊，然后浮躁大师也有很多真假啊，有真的地方都有假。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就是有一个那里有一个什么所谓的浮藏大师写了什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浮藏品，然后大家都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论点都搁在一边，然后去想去求这个什么浮藏，其实这些也是有风险的。这个都是如果是一个正规的这个浮藏大师那这样子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开悟的人啊。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懂得，我们所学的再好以后有可能会忘记的有可能会忘记，但是体会到的东西是不会忘的，尤其是正悟的东西呢，它永远都不会忘，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先闻思去学一点知识然后在这个知识的基础上，然后呢再去修慈悲心呢、出离心呢，然后去体会一下然后从知识就提升到这个转换到这个体会然后从体会最后就是进入到这个证悟就是这样子。证悟了以后呢一地菩萨为什么他永远都不会推转呢？还没有得到一地之前呢，永远都有可能推转，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我们学习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不能停留在这个学习的这个程度上然后学习的同时，我们刚刚讲的学习的同时，必须要去修，必须要去用现学先用，这个是最好的办法。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招生然后就开一个班开一个佛学的班让大家来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教育这些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跟家庭教育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个道理你怎么样第一堂课或者是最早期的时候怎么样教他，以后就是会这样子就以后如果是已经走了这条路那么他就是这些方法以后就慢慢逐渐的习以为常他改过来都是没办法改的，最后那么他最后就会变成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法由自这样子的。所以修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刚伯巴大师他也讲，不能对治不能对治烦恼的这些所谓的诀窍都是没有用的最没有意义的不能对治烦恼，那就是这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五个没有意义。然后第六个没有意义的是什么呢？第六个没有意义呢，我们也就是跟前面讲的差不多所学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去学了这个菩提心学菩提心，
然后菩提心学到了以后呢，立即就是要落实到落实到我们的相续当中，也就是说落实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比如说现观庄严论啊，现观庄严论它的开始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啊，这个法心菩提心啊，讲菩提心。然后这个菩提心呢，现观庄严论里面呢，这个菩提心是一个难题啊，非常非常难题。为什么那么难呢？他把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推向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步了啊，把它弄成一个非常复杂化啊，复杂化弄得大家都不懂，非常非常难，只有少数的这个专家才懂这个，其他人都搞不明白这个啊，把菩提心就弄成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来让大家学，现观庄严论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这个上面呢学呀辩论呢啊，然后就搞了很长时间，10年20年啊，然后有些人都是不朽的，没有朽的啊，没有朽的话那就10年20年，这个菩提心学了10年20年，有菩提心吗？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这是学没有落实到这个相续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学习的方法啊，另外一个学习的方法呢，就像修心七要啊，修心七要啊，还有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清普贤上师言教啊当中的一些这个修法啊，菩提心的修法。那么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复杂的东西哦，看起来这个菩提心是非常简单的，一点都不复杂啊。但是如果我们啊，就到这个去学一下现观庄严论，那就复杂的不得了啊！这个菩提心永远都不要说修，连理解都很难了啊！这样这么复杂的东西了啊，然后一会儿又去说佛有没有菩提心呢、啊？然后一会儿又如果佛有菩提心，那佛的菩提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呀？啊，十地菩萨有没有菩提心呢？十地菩萨的菩提心是有执着的还是没有执着的呀？他的菩提心，佛的菩提心到底是圣意菩提心还是世俗菩提心呢？哦，这个讲的非常复杂的啊，就是学5年6年都是学不完的，非常复杂的东西。这个是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啊，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来学啊。这个当然啊，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像喜欢学习的人来说，这是就是全方位的去了解菩提心啊，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一直都在啊，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啊，不落实那是没有意义的。那另外一个方式呢，我们刚刚讲的，就像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呢，前行北望路呀，那就是这些里面讲的是一个菩提心的一个实践的方法，落实的方法啊。菩提心怎么样修？他没有讲佛有没有菩提心呢？啊，佛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都没有说啊。然后菩提心的啊，菩提心的分别啊，然后就是菩提心的这个法相啊，等等等等，非常复杂的东西啊。但是他都避开了这些东西啊。那他是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就是简化啊。但是呢，他即使简化，但是没有失去真正的意义啊，精华都在啊，简化了，但是呢，精华都在，它是精华啊，被简化了的精华啊，然后就去修，这样子以后呢，啊，可以先学啊，先用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啊，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呢，比如说像现观庄严论这样子去学菩提心，也不能说这个是没有用的，是有用的。如果喜欢学，有这样子的实践啊，那当然我们可以全方位的去了解菩提心，那当然也是非常好的，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啊。但是这些修法跟这两个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方法啊，不同的学习的方法，两种不同的学习的方法，所以要走那一条路呢啊，这就要看看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如果有更多的实践，有更多的实践啊，像
全方位的去了解，深入浅出的去想了解的话，那就是像学先观庄严论的菩提心啊。如果不想知道这么多啊，我追求的就不是这些知识，而是它的内容啊。那样子的话，那就是要学这个啊，不是加心啊，学加心修加心，学一个就修一个啊，然后修到一个，然后立即就用到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大佐啊，修了慈悲心，修得比较好，有一点点收获的话，那就是这个学的知识现在已经转化为自己的体会了。那然后这个体会再转化为这个心位啊，大佐的时候修得好，然后呢出佐以后呢，立即就用到这个同时或者是家庭的啊父母呀、啊、儿女呀，就他们的身上啊，然后这样子呢就可以先学先啊先用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学佛的人的这个变化啊，有变化啊，否则的话就是就学了20年30年就看不到什么变化了啊，还是怎么姿势啊，还是怎么顽固啊，还是怎么傲慢啊，都没有用的。所以学佛也有很多方式啊，学佛的有些教育的方法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教育就一个人啊，一个普通的人啊，让他可以变成菩萨，也可以让他变成这个佛啊。但是呢，教育佛教的教育也可以把我们变成法由自啊，法由自，这个是一个教育的方式。这个世俗的教育也是这样，它教育很重要，但是呢教育的方法啊是更重要的啊，教育的方法更重要。同样的，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子啊，学佛闻思修心很重要，但是呢闻思修心的方式更重要啊。这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落实到啊，落实到这个相续当中啊，落实到内心当中的话，只是学一些这个佛教的名词啊，只是学一些这个佛教的词汇啊，这样子的话这是没有意义的啊。意思就是说啊，什么叫做四生低啊，什么叫做师叔低，什么叫做生意低，什么叫做中观啊，就是学一些这些。实际上如果不学习啊，不修心的话啊，那么实际上就是所学的都是在学一些这个词汇啊，实际上在学词汇啊，学这些名词而已啊，这是没有用的。就像啊，银无血色一样，这是没有用的啊。这是第六个啊，第七个是通过这个投导啊、抢劫、欺骗的行为啊，就不逾去啊，这种行为赚的钱啊，拿去做布施啊，做布施、做给予啊，有没有用？这个是没有用的啊，没有意义的啊。但是我们曾经也讲过，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发现啊，有一个人可能快要饿死了，或者是就是因为没有钱很痛苦啊。那么那个人呢，他自己没有钱啊，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私心啊，他去偷，是不是为了我偷？是为了别人偷啊？偷了以后呢，然后我就送给别人啊，这个允不允许？在大乘佛教里面呢，是允许的。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不没有意义呢？在这个之前啊，我这个投导、抢劫啊、欺骗的时候呢，从来没有，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个别人的这个给什么不是呀、啊、这些，我只是为了我自己啊，为了我自己，我赚我自己的这个钱赚钱啊，然后通过这些手段赚了很多钱以后，然后就开始啊，就因为他因为这过去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啊，想起来了以后呢，自己觉得比较后悔啊，不啊，所以他这里面就拿一部分钱去这个布施啊，而且这个布施呢也是做给别人看的啊，不是真正自己啊的这个血汗的钱啊拿去布施，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呢，我想这个要看他的态度啊，看他态度。比如说他之前是啊，这个比如说杀到殷王，通过这些方面赚钱，那么现在就后悔了，他这个他觉得我这个钱不应该啊。所有的我拥有，我应该把一部分拿去回报啊，因为我过去的这个赚钱的方法啊是不正当的啊，那么所以呢，我现在弥补啊，这种心态的话呢，那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是没有意义，那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那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他一直都是考虑为了自己有更多的钱，用不正当的行为去赚钱啊，然后呢，现在就是那一部分钱啊，去给予啊布施，然后这个做给别人看啊，这样子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嗯，没有意义。这就像这个皮袄啊，就是像羊皮做的这个衣服啊，皮袄就入睡一样啊，皮袄进入睡，这是什么意思呢？皮袄。进入了这个水以后呢，就是不能啊，就坏掉了，以后就是不能用，不能用。所以像我们布料啊，就如水可以洗啊，它不会坏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皮袄就不一样了，如水啊就不能用啊，就是像这个是一个意思啊，是没有意义的意思。嗯，这是第七。然后第八个没有意义啊，第八个没有意义呢，就是伤害众生啊，就做了一些对众生有害的事情，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杀啊，或者强盗啊，或者是这个欺骗啊，这个财产，然后把这个财产啊拿去供养三宝啊。这个有没有用呢？这个没有用，这是伤害众生啊，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严重的这个伤害了很多的人啊，那么他已经造了很大的这个罪业，现在用这个钱来这个供养三宝是没有用的啊。三宝，如果我们要供养三宝的话，最殊胜的最上等的供品是什么呢？就是利益众生啊，这个是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相反的啊，伤害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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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众生啊，然后去供养三宝，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杀生啊，然后杀生以后呢，这个啊众生的这个血肉啊去供僧啊，供养僧众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但是没有功德，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比如说像印度教啊，其他的宗教就是以众生的这个生命或者是这个现场啊，这个活杀的这些众生的血献血，或者是肉来供养的这个祭祀他们的肾啊。我们今天在微博上到处都在传呢，有一个尼泊尔的，有一个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十多万头的这个黄牛啊，被杀了以后呢，这个就供养他们的肾啊，祭祀他们的肾，有这样子的，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呢又这样子啊，他允许的，他就是要这样子来啊，让他的肾啊欢喜啊，欢喜了以后呢，因为这个肾欢喜了，他认为肾欢喜了以后呢，对最终还是对我有好处，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去信会一样啊。但是佛教呢，他从来都这个反对这个啊，凡是伤害了众生啊，伤害了众生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已经严重的伤害了这个佛和菩萨啊，佛和菩萨啊，伤害众生的话啊。这个如心论当中讲的也很清楚呀啊，我们比如说去杀生啊，偷盗抢劫或者是欺骗这样子这个伤害众生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严重的这个伤害了佛啊菩萨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已经严重了伤害佛菩萨以后呢，我们那现在我们就是被这些
不正当的收端啊赚来的这个钱拿去供养三宝，就根本就不可能啊，佛菩萨根本就不可能喜欢的。佛菩萨没有现在我们这样子的这个一个，我们现在这样子喜欢不喜欢，他没有这种概念。但是呢，如果有的话，那佛菩萨喜欢的不是这些啊，而是利益众生啊。如果我们能够利益众生的话，那这个本身就是已经供养佛了，已经是一个最好的供养，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找什么其他的供养啊。平时我们啊供华呀，供曼茶呀，那这就是为了我们积累我们自己的这个福报，这就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佛的这个虔诚恭敬啊，就是这样子。其实佛真正需要的它不是这些啊，佛需要的就是我们去帮助众生，我们去利益众生啊，这就是万能的啊。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慈悲心菩提心是万能的啊，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是万能的。帮助众生他即使啊我们自己的这个修心啊是就属于这个六道啊六毒里面的一个啊，同时啊也是这个供养佛，同时也是积累福报啊，这什么都是啊。就是在大乘佛教当中啊，没有一个是这个大悲心啊，没有一个是大悲心不能解决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忏悔也是用菩提心忏悔是最好的方法了啊。如果我们要去积累资粮，那用菩提心大悲心积累资粮也是最好的啊，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个利益众生啊是供养佛啊。比如说我们去以慈悲心啊去这个做义工啊，做义工啊，或者是有灾难的时候呢啊，到现场去做义工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捐款等等。哪怕是内心当中啊产生了一个这个慈悲心的这样子的念头啊，都是实际上是最上等的公平了啊，最上等的公平。但是我们现在相反的啊，就是伤害了很多人啊，伤害很多人，就用杀盗淫妄的方式伤害了很多很多的生命啊，然后把这个钱去供养啊佛菩萨，那这个是不懂啊，就是因为不懂，实际上这个是相反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不叫啊，这个不叫这个公平，这是像什么样子呢？这个就像啊。比如说像儿女身上的这个肉啊，切割下来啊，给父母一样的啊，把儿子身上的肉割了给母亲，他会高兴吗？啊，他不会高兴。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给予或者是一个公平吗？啊，根本不可能的啊。同样的啊，我们就是在这个赚钱的过程当中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把这个钱拿去供养啊佛菩萨，那就是完全是跟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佛菩萨不会高兴的。我们如果想供佛，那就是根据自己的力量尽量的去利益众生啊，尽量的去利益众生。这是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修心啊，另一方面呢，这就是对佛菩萨的一个最上等的啊，最上等的这个公平供养。所以要搞明白啊，这个不能错。我们有些时候还是很多人觉得，比如说我们让很多众生受苦啊，然后去做一件事情啊，他觉得这个就是为了三宝啊，为了三宝。其实这个不是。凡是对众生有害的事情啊，凡是让众生受苦的啊，这样子的事情啊，都不是公平，都不是，这个永远都不会成为公平的啊，这个永远都是佛菩萨最不高兴的事情啊，最不高兴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去利益众生的话啊，利益众生的话，哪怕是我从哪怕是再小的事情啊，其实这个是最上等的公平了啊，这个就是佛和菩萨最开心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伤害众生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海众生把这个东西拿去供养佛啊，这个是根本没有意义的，这是第八个没有意义。嗯，然后第九个意义没有意义呢，就是为了达到啊，为了达到现实的一些目的啊，为了达到一些现实这一生的，比如说名啊、利啊等等啊，达到一些这个现实的这个利益，然后就是，然后装模作样啊，或者是修忍辱等等啊，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啊，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啊，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这一生的啊，就是一些某些利益，然后在表面上啊，表面上做得很好看的这些行为啊，这些行为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这是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这个如心论当中也讲过，这个就像猫，它想吃老鼠的时候，它想抓老鼠的时候啊，然后就它剁老鼠啊。这个动作呢，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收脚的这个动作，它是非常的认真的，非常的这个小心翼翼的。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啊这个目标。就像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啊，就为了达到一些现实的利益啊，然后在表面上啊做得再好，都是没有用的啊，都是没有意义。这是第九个啊，第九个没有意义的。第十个没有意义是就为了现实的啊名啊，为了现实的这个利益，为了现实的名和利益啊，做了在表面上啊再伟大的这个善根啊啊，就再伟大的这些善事，做善事啊，都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这是我们曾经也讲过，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啊，它伟大和不伟大，还是要以它的发心来决定啊，并不是他自身来决定啊。那么他做的这个事情在表面上啊，比如说捐了很多很多的钱去修庙啊，修很这个很大的书，很大的佛像啊啊等等啊，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的内心，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啊，为了达到这一生的这个是名誉啊啊这个等等啊，名誉名利，这是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像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愚蠢的人，把一个如意宝的宝珠啊，如意宝的宝珠就换了一个橘子啊，水果，就是一个橘子，或者是一碗饭啊，一个苹果，一颗苹果，或者一个橘子啊，或者是一碗饭啊，一样子，一个如意宝拿去交换啊，一个苹果啊，一个橘子，一碗饭，这不就是很愚蠢的事情吗？啊，一样的啊，本身他这个，如果他有这个慈悲心呢、啊，出离心、菩提心的话，他这个善根啊，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解脱之因啊。但是呢，因为他现在他想要的不是解脱，而是这个世间的名和利啊。那么世间的名和利就像一个苹果一样啊，然后这个解脱之因就像一个这个如意宝珠一样啊。本身这个善根，如果他的发心是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话，那他是可以变成这个如意珠宝的啊。但是呢，因为他现在的这个发心是这个现实的啊名和利，那么就是最后就变成啊一个苹果、橘子、一碗饭啊，这样子的意思。这是第十个啊没有意义。然后第十一个啊，第十一个没有意义呢是什么呢？就是堕闻啊，堕闻就是听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法啊，这个在佛学上面呢，这个知识面啊非常非常的广啊。知识面很广，但是呢啊，自己的心啊内心是跟这个凡夫是完全是一样啊，没有丝毫的这个差别。嗯，那这个就是什么样子？这个是没有啊，第十一个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像啊
医生啊，他自己感染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疾病一样啊，像一个医生啊，最后就是得癌症一样啊。为什么呢？医生得癌症的时候呢，医生他很痛苦啊，他也知道这个，比如说不说绝症啊，可以治的一个啊，可以。能够治的一种病啊，那么医生他知道这个是怎么样治啊，但是呢，现在啊，他已经这个得了这个病啊，那得病的时候，他虽然知道这个怎么治，但是呢，他得病的时候呢，还是很痛苦的啊，还是很痛苦。他知道怎么样治这个是没有用的啊，他知道这个病怎么样去治疗，但是这个没有用的他。仍然还是很痛很痛的啊！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堕文就是知道怎么样成佛呀，知道怎么样去消灭烦恼啊，都知道。但是呢，因为没有去做，所以现在这个相续是跟这个凡夫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是第十一个没有意义的。然后第十二个没有意义呢？对这个诀窍啊，非常的精通啊，修心的诀窍，大圆满的、大手印的，什么样的诀窍都很精通的啊。但是呢，因为从来没有修过，所以没有经验啊，没有修心的经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如果没有修心的经验啊，然后这个对这些。再精通这些诀窍都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的这个仓库的钥匙啊，没有这个钥匙啊，那么这个仓库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啊，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啊，但是呢没有钥匙啊，现在就是打不开。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很多钱呐、衣服呀、食物呀，什么都有啊。但是呢，因为没有钥匙，大家都没办法，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门怎么样开啊。意思就是，同样的道理啊，什么样的，比如说大圆满的、大手印的、大中观的，什么样的这个修行的诀窍都有，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没有修行的经验，不知道怎么样去修。啊，这就是没有钥匙一样，没有钥匙，那这个仓库里面有再多的东西也是没有用啊，打不开的啊。这是第十二、第十三个呢，自己不懂这个佛法啊，自己不懂佛法的时候，然后给别人讲法啊，给别人讲法，这个就是像一盲道盲，就像一个盲人啊，就引导盲人一样。这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首先自己好好学啊，要学，学了以后才可以讲啊。就是在居士当中啊，居士可不可以讲法呢？也可以讲法的啊，但是呢，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必须要自己懂，不但是懂，而且自己要修啊，这样子啊才可以的。所以我们暂时呢啊，大家。可以交流啊，大家交流、讨论、复习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自己啊，比如说自己想讲一个什么法啊，想讲中观啊，或者是想讲这个如心论这样子，我不靠啊其他人的这个讲解，那我自己去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必须要首先一定要这个精通啊，精通。如果这些修法啊，这些内容啊没有精通的话，自己都不精通啊，自己都不懂的情况下给别人讲啊，那这样子是很危险的呀。佛法是千万不能这样子来啊！就是有些，包括一些大学的老师呀，有些人呢就是说话很夸张的啊，不是所有的人呢，就是少数啊，说话很夸张，然后呢。就是讲的都是是是非是的就是我们听，我不是说佛法呀，就是一些其他世俗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逻辑呀之类的哲学啊，哲学的逻辑，他讲的不一定是准确的他自己也是似懂非懂的，但是呢，这个他的很夸张，
时间的这样子是没有太大问题了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佛法就不能这样子，佛法这样子这个是有很大的罪过的啊。如果就是就引导很多人啊，引错了啊，最后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啊。所以必须要自己好好学啊，自己没有学好之前，先不要着急给别人讲啊。这个自己学好了修好了以后呢，如果到时候有必要的话可以讲的啊，但是呢这个必须要长时间的去学习啊，第一个。第二个必须要有这个传承啊，比如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法我去讲啊，我拿一本书我自己看一看，然后呢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善知识的面前呢、啊、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听过啊，但是我看一本书，这个大概我了解了，然后去讲啊，这个是绝对不对，不允许的，这样子不对的。修行也是啊，修行比如说我们啊，从来没有就是认真的去学过一个这个修法，但是这个就看看这个书啊，然后大概了解了，然后自己去修啊，这样子呢也是不对的。尤其是像一些诀窍比较深的这些修法呢。更不能这样子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但是比如说我们像因果方面的一些轮回的痛苦呀，因果不虚啊，这些是可以讲的啊，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要自己要搞明白啊，自己懂了以后呢可以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像密法呀这些东西呢啊，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啊，这是如果自己没有学好，就是导盲，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像我们的导航啊出问题一样，就是最后就到什么地方都不好说了啊。这是第十三，然后第十四啊，第十四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啊，通过这个中观的逻辑，中观的逻辑去推理，推理以后啊，就我们会就获得一个结论啊，这个就是当空的这个结论啊，然后就有一个这种结论，然后去修啊，修也有一点点空性的感受，有点，这也是当空的空性的感受啊，有一点点体会，然后就觉得啊，这个空心就是至高无上的啊空心啊，然后再也不去找啊这个心的本心呢、啊、光明呢、啊、如来藏啊明心见性呢啊，这都不去寻找啊，他以为这个空心的淡空的这个空心，他以为这个就是最终的最究竟的见解，然后不去寻找啊，这个是。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这个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啊，一定要这个这个是像啊黄铜当作黄金啊一样的，把铜当作黄金一样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我们先去学空心，然后修了稍微有一点这个感受的时候，然后就进一步的去修这个心的本心光明啊之类的啊，这些是这个是如果不懂的这样子的话，那这是没有意义的啊。那这是今天我们讲的是思想啊无意义啊，就是这样子。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很多都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学的，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事情，把这些内容学好，学好了以后呢要去做啊，要落实以后，大家啊，希望大家就是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第一先去学，学完了以后呢立即就去修啊，用啊，修好了以后立即就去用啊，这样子我们虽然学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对我们的这个帮助是很大的啊。然后我们学很多不修不用啊，那学的很多但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yi tam jo zir ba ni dom ni ni pi zhe ni ban shi Jir ga na ji wa mong zhe ba Zhe bin zho lin zho wa zhu wa zhu Om a hong ban zir ng r pa ma se le hong Om a hong ban zir ng r pa ma se le Om Om Bhadra Guru Bhama Sadhana